好，翻到嚟第二节嘅百鬼夜游，我唔见咗嘅又，咦，有啲唔同晒喎，系咪啊？我都话我头乱噶啦，算啦算啦，大家都系睇惯嘅呢个，大家可以继续睇，嗯，虽然个头嘅，系嘛，又你唔喺入边，都话乱咯，所以先冇咩，不过带到头痛，所以就除咗佢啦。但我染翻噶，我听日染翻先。染翻咩？染翻紫色。咩啊？你仲可以染头咩？可以，点解唔得？你唔系要去日本先染嘅咩？唔系，焗油啫，焗油啫，自己搞自己搞。系啊，第二节啦，咁大家可以打上嚟嘅2609634 Skype 应该都有开嘅，大家随时打嚟或者你哋货金俾 Heidi 都得噶，佢个货金拎喺个即时货金吧度嘅。系啊，佢仲喺度啊，冇 delete 佢，冇灭声计划系嘛？佢话佢好纯噶，应咗你油先。哦，系咪？你仲要熄麦先抽佢水？佢唔系熄佢麦啫，我哋未熄啊。光明正大抽佢，咁样系好正直噶嘛？我哋啲好正直，正直由你讲出嚟抽啊！光明正大抽，系啊系啊，第二节啦，系嗯，第二节讲咩好咧？你有小新闻，梗系我讲先啦，系啦，我讲我新闻啦。咁不过咧，其实都系点讲咧？夏师傅叫我睇翻呢个。group 入面有个系啊，有个朋友咧，话是有个朋友 send 入嚟，有单嘢咁样。系啦，有单嘢嘅。吓，咁未必咩噶嘛？听节目嗰啲系啊，嗱嗱噶嘛。我觉得就单嘢好似几有趣。同埋嗱，如果你而家听又未入 group 嘅，快啲入。快入啦！我想谷爆佢先，上翻四位数先，要再三位数，激死我都未够四位数，激死我，争好少咋？快啲快啲，帮我推爆佢，上一千，唔该。就是这样了，那就讲回什么事呢？不是提日本，今次去南美洲。刚刚说的。是吗？啊，是哦，是哦，是哦。不抽你水泥呀，我们今次去南半球。是。你应该去的地方南半球。澳洲这样。Crystal 在那个地方。南半球，但它不是澳洲。啊，不是，它算不算南半球呢？算。不是，我讲的新闻那里。算不算南半球？那是中北美洲。中美洲哦。不是啊，中美洲和南北半球是不同的概念来的嘛。但个位置我不知道是属于北半球还是南半球呢？就因为我讲的地点是叫做墨西哥。是咯。哦，这样啊，很难搞。是不是在正那个位置，究竟是吧？究竟佢北定系南咧？咁样，因为如果计世界杯计咧，佢又计中北美洲。是啦。是的，即是这个问关键人都知道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这些就懂了。但是它的位置究竟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呢？我不懂界定啊，我地理比我差，对不住。那个位置好像赤道，我记得是北。好啦，那这件事是关于那里，那是讲些什么呢？为什么会有网友 share 入来呢？就是因为原因就是那里发生了一宗命案的。是。这宗命案呢都幾特別嘅，係點解呢？因為佢命案位置咧係有一個儀式喺度嘅，你可以叫做咩咧？惡魔嗰啲祭祀啦，我都唔可以叫惡魔召喚嘅，我形容佢做人體活體祭祀啦。因為咧係點成件事係點樣呢？就是有个二十几岁的僆仔，墨西哥人嚟嘅，咁就咧杀咗佢外母，系，咁咧杀佢外母嘅，去到杀完之后咧，啲警方过到去，即系邻居闻到味啊，咁啊报警啦，咁警察过到去咧，就发现到嗰个凶手嘅地方咧，系有个祭祀仪式咁嘅嘢嘅，有个神坛咁样嘅，好捻古怪嘅。咁系，但系最古怪嘅原因咧，就唔系净系揸个祭祀仪式嘅。咁你难听啲讲句，中美洲嗰度咧，如果你追翻咧古代嘅人咧，例如嗰啲咩印加啊、玛雅咧，通常都系会有活人祭祀噶嘛。系。咁佢秉承呢个传统都好合理啊！如果咁样谂系咪先？系。但你知唔知佢点解会做呢个祭祀咧？点解啊？因为咧，而家全个地球
都有那种叫做武汉肺炎嘛，系武汉肺炎的嘢啊嘛。而墨西哥咧，嗰度都有嘅，系系啊，中招啊。嗰个墨西哥嗱，我而家最新的报道咧，墨西哥而家有几多个 case 嗱？我而家开新闻睇翻佢有几多个 case 啊？墨西哥系墨西哥而家有几多个 case 咧？我想讲都几恐怖。系啦，就而家 total 墨西哥。有42个应该咁讲，总共佢有染病嘅 total 数3181个，系死咗174个，咁其中有42个系医生，咁墨西哥哇咁都好似好严重咁，系啊死好多医生，系跟住咁呢个后生仔点解要怼冧自己外母咧？佢就系话，因为咧我做呢个仪式系要拯救世界，系。哦、因为呢个即系杀，即系牺牲嘅呢条，牺牲一个外母就可以拯救，就可以冇晒武汉肺炎，冇晒武汉肺炎，即系吓攞咗佢外母嚟活人祭祀咗呢件事，佢话咁我就可以拯救到呢个地球啦，武汉肺炎就系消失啦，系。但系呢件事只系几日前发生嘅，我就即系上个礼拜啦，应该如果佢咁样几日咁样报咗警，我话唔系啊，武汉肺炎仲喺度啊。可能要冇用嗰件事，咁你唔会即刻噶嘛？冇用嗰件事，咁你牺牲咗外母，未必噶，唔系几好。仲要佢外母唔系好老嘅，佢外母54岁。哦，咁而家咁牺牲嚟讲冇40几岁嘅，系咯。唔系同埋你唔知道嗰个当地嗰个有啲咩文化嘢咧？嗱，佢嗱我哋追翻古代嘅回人祭祀咧。有几样嘢会做嘅，第一令到会丰收啦，第二会做要人祭祀会做咩咧？会做驱除瘟疫啦，第三如果有灾难，亦都会要人祭祀去祭祀啲灾难啦，就会平息啦。咁通常都系做呢啲嘅。咁我唔知佢系咪秉承呢个传统，系做呢啲啦。我觉得都嗰个谂法系正常嘅。怼冧外母正常，唔系啊，唔系祭祀，祭祀好正常。咁做如果要有个谂法嘅话，合理应该合理，我觉得唔正常。因为推翻旧嗰啲活人祭祀咧，通常都用细路仔。哦，系喎，系喎，系喎，一定噶，啲女细路仔咁样，一定噶。中美洲嗰啲系咯，即系玛雅嗰堆，但系一定噶，外母佬。O K， 好 mean 啊！点解你要执咗喺度唔好啊？可以谂对唔住咯，借伤成毒啫，咁我真系唔中意外母。都得，咁。希望佢有效果吓，又有一个人格自己好捻真嘅咁搞，为全世界牺牲啊！牺牲咁我牺牲少喎。呢位墨西哥外母，请你安息，又拯救到呢个世界。唔系啊，希望啊，好多男人都想 kill 佢，都去到呢个讨论范畴，都系富人嘅讨论范畴。我去翻好左交嘅，希望呢个外母安息。而呢个武汉肺炎都真系解决到嘅，系唉，中国病毒算啦，系啊，武汉肺炎啦，大镬啊！我想咁单嘢就系咁嘅，即系啊，纯粹系咁样，即系纯粹。但系有当其实佢都好捻大镬嘅，但系我揾嚟咁多个 source 咧，又咁样讲翻啦，墨西哥用西班牙文嘅报道有咯，英文媒体系冇嘅，揾极都揾唔到英文媒体有。唔一定即啲嘢周围都睇到噶嘛。系啊，好古怪嘅。咁样唔算古怪嘅。唔知道我揾唔到咯，我功力唔够。唔系，即系我意思，咁有一啲嘢人哋未必报啫。咁又系，咁黑魔法咁嘅方式。系咯，唔系系咯，即同埋佢當地佢頭先你聽講嗰度百幾人死啊嘛，174啊，然之後40几个醫生嘅比率好撚大鑊啊，對醫護嚟講。仲要你記住喎，非洲同埋南美嘅醫療咧牀位咧係唔夠。係咯，仲要世界嘅醫生嗰個情況，即係可能當地人就會有陣時會有啲驚啊。就会想这些原始东西咯，可能啊，是咯，即是不是新闻，都是新闻来的，是咯，即是奇怪一点点，在人眼中不是拿来，是咯，即是怎么说呢，是咯，即是不是主流媒体会报道新闻，应该这么说，是咯，是咯，这样咯，不是想一些，
点样外母系处女？如果外母系处女，咁点会生到个女俾你娶啊？知唔知？即系嗰个女唔系佢个女咯。Oh shit！ 咁嘅，即系探到家庭问题啊，越嚟越复杂啊！对唔住啊，呢个新闻要完啦，唔好再讨论落去。救命！咁我 wing 讲嘅新闻佢都几灵异，系咪有人 remove 咗？我哋嗰个电话系啊，所以睇到啊，我就望嗰位，佢咪拎住部电话咁样，电脑自己喐紧。我使唔使温习坐翻喺夏师傅隔篱？哦，整个纸哦，咁样又做翻呢个，咪整个纸板咯。唔使噶，我会坐过你隔篱，跟住继续推咪嘅。好啦，继续呼吁系2620934，随时可以打电话。原来谭德赛系非洲巫医，系真唔系啊？我打 question mark 先，跟住又俾人话系歧视嘅。好啊好啊，要求我哋道歉啊，你老味。哦，恶牙招，我唔想俾人告啊。唔系啊，怕咩啫？佢要求我哋道歉，佢唔谂就系喺个世卫嗰度啊，香港有个扑街节目。叫八鬼嘢饮唔到，跟住唔到叫咩啊？唔系啊，你有个 Skype 个名噶 100 Ghost Story Song 咁样嘅节目 ，Passion Times 系冇事，要求道歉咁系咪？就系癫咗，系咯，唔系咁可以讲翻个鬼故啦。好啊，咁话说咧，主人翁阿奇啦，就喺呢间。村屋住咗咧就足足有十年噶啦，系啦，即系住咗，有冇话边区啊？通常都吓，而佢唔知道呢度发生过咩事，但系佢经常咧就睇到一件事，但系佢冇办法证明有冇发生过。即系点啊？即系佢会喺啲影像度见到嘅。可以咁讲啦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见到有个女人喺度俾人杀死，但系咧。佢只系喺镜里面睇到，镜入边睇到，系啊，即系屋企嗰块。佢就话发觉咧，佢屋企咧，只要屋企有镜嘅地方咧，即系无论系厕所镜吓，或者佢衣柜入边啲落地玻璃镜，即系或者佢可能拿起手嘅手镜啊都好啦。哇，咁水嘅反射都有，唔系镜啊，佢系要镜，一定要镜吓、okay ，即系。只要有镜咧，就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可以睇到屋里面同一个场景，但系就系佢系见到系另外一件事嘅发生。嗯，系啦，咁佢就记得咧，其实咧最初头唔记得几耐嘅之前啊，佢有印象咧，就话佢最初头咧就喺厕所里面咧就见过块镜里面有个黑影飘过。黑影咁咧系啦，咁佢就即系。都见到有个方佢飘过嘅方向噶嘛，咁、佢就向住嗰个方向去揾下，究竟发生咩事咧？但系咧就揾唔到啲乜嘢嘅，咁佢就话咧冇，即系头先都讲啦，佢就无论点都好啦，只要佢有镜喺手咧，喺有一个特定嘅时间咧，就会见到佢喺依间屋度俾人杀死。即是一定要有个特定时间才见到镜，系啦，即系又有镜、又有特定时间。如果唔系咧，几规范啊？佢就会喺第喺块镜度见到第二啲嘢添。What？ 系啊，我以为会见唔到。佢试过有一次咧，佢就话洗完头啦，咁喺间屋里面咧，咁就系吹头，咁都有好多时都会照住镜嚟吹头噶嘛。嗯。咁咧，佢又见到自己咧变咗一个骷髅头骨。哦，佢自己系喎，咁然之后，但系眨一眨眼咧，又变翻正常个样咁样。呢啲得人惊添。系啊，咁佢就话，佢就开即系由嗰下开始咧，即系咁明显啊嘛。佢就发觉咧，原来喺呢间屋度咧，用镜度咧，睇到另外一个世界嘅嘢，而佢住咗喺度十几年咧，一直都唔知道。即系平行世界嗰啲啊，系啊，一直都唔知道，同埋呢度之前有发生过咩事咧，佢亦都唔知道。因为间屋咧喺佢之前有租过嘅，系、但系佢已经喺度住咗十几年，一路都相安无事，就当冇嘢噶啦。系咯，咁佢有一晚咧就话喺半夜三更咧，就听到一下好大声嘅巨响啦，砰一声咁样。
咁咧，佢就喺瞓緊覺嘅時候咧，就咁樣嚇醒咗啦。咁佢揾完成間屋咧，都揾唔到啲咩咩喺度。但係咧，佢一翻即係一翻翻入屋，即係佢連屋外面都揾埋。哦，即係出埋哦，係喎，出屋有出邊嘅喎。係啊，佢就諗緊邊度。有啲嘢跌落嚟巨响咧，系啦，咁佢周围揾啊嘛。好似我喺旺角住嗰阵，咪个客厅嘣一声，成盏灯跌落嚟，嘣碎晒，我都知啊。你如果冇嘢，得佢就揾唔到有啲咩发生嘅时候咧，但系佢一翻到屋企，见到块镜里面咧，佢就见到镜里面有个倒影，见到个女人就跪咗喺地下。向住一个黑影，好似喺度求饶咁样，但系佢听唔到佢啲咩声嘅，因为净系见到样。系啦，但系咧就见到个黑影咧，就好似癫咗咁样狂打佢。哦 ，SM 系啦，我谂咗呢个方向添，即系大镬。咁佢就慢慢行近嗰块镜嗰个啦。哦，咁佢就发现，咦，那个黑影好似知道佢喺呢度咁样。唔系啩？突然间就嗰个镜嗰个画面佢形容咧，突然间就变翻佢间房里面嘅嘢吓。咁咁佢就奇，即系佢都系同一个疑问，就话唔通呢度真系以前发生过啲咩事？咦，打佢咪家暴吓？我咁谂嘅。咁佢就但系咧，佢而喺呢一下嗰个谂法嘅时候咧，就听到佢睇唔到啊，佢但系就听到背后有个女人讲。求求佢放过佢好唔好啊？咁样即系求紧一个人放过佢，但系喺佢个耳边听到系啦。咁佢就呢一下咧，回掉头望嘅时候咧，就见到嗰、那个俾黑影打低咗个女人喺度吓，喺佢后面啊。系啊，咁佢就望翻哇，第一次见到嘅咯，系咯。咁佢就望佢。同埋嗰下第二，佢第一个感觉，个黑影会唔会喺度？哦，系喎、哦，吓，咁佢净系见到个女人向佢向住佢讲唔好杀佢。哦，因为个黑影系佢嚟噶嘛，就嗱，佢又唔知。如果睇翻个镜头先咁形容，会唔会其实调翻转喺佢前面咧？个黑影唔系佢就系、是、嗱，佢就话佢当时咧，佢见到嗰样嘢咧，就系个女人向佢求饶，佢又以为。唔系，佢又留意到周围，的确得佢自己啫，系冇黑影冇剩。咁佢就问翻嗰个女人：你同边个讲嘢啊？咁、那个女人咧更加变得好惊，系就话你唔好咁啦，求求你啦咁样嗰日。咦，即系同佢有互动喎、啊。然之后嗱，呢、這个阿琪咧就系头先你话斋。他就以为他自己是那个黑影，是的，是的，如果这样逻辑就像那，然后他就这样说，但是如果我，他对那个女仔说，就说，如果我现在放你走，但是我不知道可以怎么做，然后呢，他，因为他发现呢，他去了一个无房无窗的空间里面，其实，他终于，即是他不是自己一间房噶咯喎，系啊，即系佢其实望到个女已经去咗第二个空间，已经喺第二度哦，吓、啊、咁然之后咧，个女人净系喺度继续好喺度苦苦哀求，揽住佢对脚叫佢唔好咁样，咁然之后但系佢话佢真系唔知点样可以放到佢，点样可以俾你走、啊，想俾你走、啊，然之后咧。那个女人继续只是在那里讲我不想死啊，我不想死啊，这样她不知道怎样，其实发生了什么事啊，你给我就拗头啊，是啊，不是她想扶起那个女人啊，阿琪想扶起那个女人，因为她觉得不知道怎样好嘛，那怎知道那个女人的颈骨折断了， what？ 是啊，真的想救她回来害她，是啊，那她就怕她，不是我杀的嘛，咁然之后咧，佢就见到一个黑影喺嗰个女人个尸首上面咧出现咗出嚟。嗯。然之后咧，扑咗去阿琪嗰度咧，阿琪就昏迷咗。哇！系啊，跟住第二日咧醒翻嘅时候咧，喺翻间屋度咧，佢都搞唔清楚，其实成晚佢所真嚟啊，系啦，究竟系咪发梦定系咩？而佢喺即系。往后咧，
其实继续在这间屋里住的嘛，即是他没有搬走，没有搬走，他都是在块镜里呢会有机会见回同一幕情景，就是那个女人被个黑影扭断条颈。喂，你俾我搬走咯。咁佢唔知咩原因啦，即系佢可能就系话发觉佢要透过呢个途径先见到嘅时候，佢觉得唔惊啦。对佢嚟讲，只不过嗱，佢嗰下究竟系咪 cross 咗咧？即系去咗人哋个世界，翻去咗另一个世界咧。嗰度就唔知嘅，因为佢第二朝。又醒翻，又喺翻自己间房度，但系你俾我咧，就真系要搬走，我顶唔顺咯。系啊，我惊到成日见到嗰啲嘢，我搞唔掂咯。唔系，因为其实喺屋企有好多时镜都系，其实有啲倒影嘅嘢咧都几吓鬼嘅。系咯，因为我嘅纯粹错觉嚟嘅啫，但系我试过嗰阵时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咧，望到个电视咧。啊有多了一个黑影在这里，你看看后面窗帘这样其实那个位置什么都没有、啊、哦但是那你才会害怕、啊、那你还害怕是啊，你有个窗帘你都知道自己看到，喂，但是看回来是没有的、啊但你再看回来镜又有、啊那镜都没有的，就当自己错过了，不如系咯，当自己错过了，好喺屋企发生系好难搞噶，成系啊，我都觉得系，我都试过成日自己吓。喂，咁你头先阿 Heidi 讲嗰个咧，其实我咪话我其实第有一次嘅清晰听到有幻听嘅，咪就喺屋企咯。系啊，我系觉得系啊，我觉得系我解释系幻听啊，但系有个细路女同我讲嘢咯，我就知道。哦，咁样。系啊，唔系我都讲过，我头先咪话咩旺角其实住咗半年即走咯，我哋点啊点啊，旺角邪啊，佢哋听到又见到，咁计走啦，走啦，我最阳气最重嘅，就唔见到啦，见唔到嘅。我想讲我前两日咧，屋企嗰栋大厦有人跳楼，咁而家唔奇啊，喺门口即系个大门吓。跟住嗰阵，跟住就我嗰阵系，咁唔系就系你经过啦嗰位，系好惊啊！因为咧，我嗰日去，我嗰日翻屋企咧，佢门口即系围咗个嘢喺度嘅，跟住我就谂紧好多人围观啦，跟住嗰阵系应该微调嘅，咁就有个女仔喺上面嗌紧，系，跟住之后我铺咗上啲即系嗰啲地铺嗰啲 group 之后咧，跟住啲人话最后跳咗嘅，跟住有消防嚟埋。OK， 但因为我嗰边都多呢啲事噶，即系间唔中咧，你唔知道你都唔知道分唔到系真定假。即系上次都讲过，就系一系就听到好应声，一系就听到上面喺度嗌话跳啦跳啦跳啦咁样。但系有时候真系分唔到真定假，所以都唔够胆望出窗啊咩事咧咁样。但好勇敢嘅，因为我出个 post 话系咪人企跳之后咧，即系嗰啲地区 group 咧，跟住又话 F 死咗未，跟住唔通我影咗相俾你睇咩？你但真系有人影相喎，走去即系住对面大厦嗰啲影过嚟咧，就影到个帐篷啊嗰啲咯。吓，好勇敢啊！有时心安理得啲都系夜晚少啲望镜。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少啲望出窗，少啲望镜。系，唔好望啲多余嘅位置咯，除非你有心去偷睇嘅。点讲咧？你心安啲咯，又或者好似 Heidi 咁咧，咩啊？咩都唔惊咯。哦，咁停春不作亏心事，听唔听到老师 Heidi 咁讲咧？听到，系咯，咁太吓都惊噶。尤其系部电视咧，你闩一闩嗰下咧，黑屏嗰下咧，系啊系啊，有可能有残像噶嘛。唔系，我试过，唔系嗰啲系嗰个自己吓自己，因为有时咧，我睇嘢，第播上电脑睇到嘢咧。跟住生嗰下咧，见到后面个头喺度，其实你嚟嘅，个假发。哦，我吹毛啦，吹毛啦，吹象，开始讲啲回水鬼故，系尼泊啦。唔系，但系电视都得人惊，电视得人惊，因为有时我夜晚咧，佢会唔知系个雪柜定系电视喺我屋企，哦，好嘈嘅，是一开一开开一开一开一有时就会冇，但是就好多奇怪的声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多继续多谢多谢月光金主，短了，是啊，短了呗。
还有今晚多谢 Heidi 啦，我哋等佢真人上嚟啊！我等阵祝佢真人上嚟。星期六啊，我星期六都系会翻嚟嘅。应该好多观众都期待真人见佢嘅都仲。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我哋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